繁华的板桥，新颖建筑一座座的落成，近年来早已是高楼林立，人们似乎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都会景观。但就在板桥市区的西北隅，却有一处静谧且华美的百年宅地，犹如世外桃源。原名为板桥别墅的林本源园地，包括了园和邸两部分。园是指林家花园，邸则是林家的宅邸，三落大错，是目前台湾仅存最完整的园林建筑。三落大错是格局严谨的林家宅邸，为祭祀工业林本源所有，而园林则可分为四大区域，一是脊骨书屋与方建斋所构成的书斋区，二是招待贵宾下榻的来清阁，开轩仪孝亭和香玉仪都是它的附属建物，三是作为宴会场所的定静堂，月波水榭为其附属建物，第四部分则是观驾楼和荣印大池。林园的百年风华值得你我细细品味。以米盐贸易致富的林平侯先生，自广西辞官返台后，住在大科坎及今日桃园大溪，未收佃租之便，在枋桥西北建造殡仪馆。林平侯有五子，分别管理银、水、本、司、园五个家号，其中国华与国方最为贤能，因此以本源为总家号，后人就以林本源来代表林家。现在的林园除了原有的美丽景观外，更借由园区中所举办的多元活动，来让民众重新认识和感受百年林园的新风貌。超过百年历史的林本源园地虽一度倾颓，但是在林家后代的慷慨捐助和政府及各界的努力之下，经历多次的修建和整治，终于能够恢复昔日样貌。透过重新对外开放，让你我今日有幸能够悠游于此，再次感受百年林园的人文气息和建筑风华。